在分秒连线的年代，你有事要找我吗？你呢？当然找我了。他即将和现实断讯。哎，听到吗？赶快帮我找个电话跟公司联系一下。现在让我们欢迎国丹，跟我们大家说几句话啊！可以回来，真的很开心。美国艾美奖导演首部华语电影，如果明天在百日内成了婚，你妈的灵魂可以安息了啊！这里景色真美，你还记得吗？喂，你的眼睛给我安分一点啊！陆思明、周采诗，十年后你是什么样子？你希望是那个样子？反正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了。小薇啊，你没事吧？连上爱情讯号，来一场100天的真爱漫游。过去都已经过去了。过去永远不会过去。真心爱一个人，是会愿意为他牺牲一切的。你突然跑回来，然后破坏我的幸福，你要我怎么办？真爱100天，就在星味 HD 电影台。